那个里长，刚刚小龙女哈，我有跟她讲，她说那个小龙女如果跑场没空的时候，请你去拜一拜她。太准备了哈，是的。唱得非常的棒哎，是，谢谢你，先休息一下啊。好，再一次掌声给我们的里长啊，我们的武汉里长，谢谢。接下来哦，我要请我们的三合里的里长，请问大家哦，三合里有一个代表我们村子里面的一个吉祥物叫什么？猴子。猴子哦，三合里哈，其实刚刚来到了哈，我想要介绍里长叫做三合里啊，但是我不讲啊。好，我们来欢迎我们的三合里的里长啊，谢谢谢谢里长呢。来给大家哈，来，我们各位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三合里里长，谢谢谢谢里长，来跟大家问候一下，对，非常谢谢年轻又帅俊的主持人评论啊，这个讲话真的是太好听了，好，非常高兴啊，我们今天的爸爸节呢，我们大家都欢聚在这边，也谢谢我们龙潭区公所啊，帮我们准备了爸爸的节目，那今天呢，我们代表所有的里长啊，来唱一首歌来跟大家祝贺啊。那等一下我叫他在爸爸的时候，你要告喂，好不好？告你爸爸哦，哎奶哦哈，好，那快乐欢迎哈，我们在这边一起感动，一起分享，我来唱《开封故里茶》。